三澳门带你跃进高速三 G 时代。三澳门特约天气报告。Hello， 我系 Lida， 欢迎收睇由三澳门特约嘅天气报告。而家就睇我同大家讲下今日8月11号天气先啦。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，雨势咧有时颇大及大雷暴嘅，相对湿度63%至88%之间，气温介乎摄氏24至30度，吹微至温和偏北风及有阵风。今日控制量指数系介乎13至87，控制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嘅。预测听日控制量指数，路边监测站及高密度住宅区系25至70，控制量水平属于良好至普通；一般性监测站系50至70，控制量水平属于普通嘅。Bobby 话咧，听日多云有骤雨及雷暴，睇睇卫星云图啊！十级响华南沿岸一度嘅低压区将持续影响本澳天气。跟住睇未来嘅天气预测先，预测听日多云有骤雨，雨势是颇大及大雷暴，气温介乎摄氏24至28度，吹微风，后转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及有阵风。星期四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及有时咧大雷暴，气温介乎摄氏25至30度。星期五咧天气炎热多云，间中有阳光及骤雨，气温介乎摄氏26至31度。星期六咧天气炎热及天晴，部分时间多云，有局部地区性骤雨，气温介乎摄氏26至32度，跟住睇下中国各地城市天气啊。北京咧多云，23至35度；上海有骤雨，26至30度；台北有骤雨，27至33度；厦门有雨，26至32度；而广州咧都系有雨，27至33度。而在亚洲各大城市方面，东京咧有雨，16至34度；首尔咧有雨，25至28度；马尼拉有骤雨，15至30度；曼谷咧有雷暴咧，27至32度；新加坡亦都有雷暴，16至33度；而雅加达咧多云，24至33度。跟住再睇下欧美各大城市天气啊！好啦，今日天气报道完，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